可以不要传给他，没有关系啊。但是我可以不需要这样被误。丫头，那你出了好不好？你出到几年？九年了，有那一段还是怎么样？我是长辈，我是前辈，你们现在在耍我是吗？丫头，还是我朋友跟我讲，他们说这个节目是有些状况，是今天是你自我带跟他一起联合来整我吗？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是这个状况吗？没有，应该是嘛。那如果是就差不多可以做到 ending 了，不要再继续玩下去了。因为他刚刚讲那一趴，其实我蛮生气。他说我私下也在演，我演员私下在，因为这个我很忌讳，真的很会演。重点是他也吓到。这是我最忌讳的，我钱可以不拿，我今天都不录，但是我不许你这样侮辱我，好不好？那我请我经纪人来处理。那你跟他讲，不是，如果是这样玩的话，玩到再 OK 的，不要太 over， 太 over， 我就觉得，因为那句话刚刚真的激怒到我，好不好？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人家说啊，你真的很爱演，很会演，私下很爱演，你也演过戏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处理，你处理好吧，你处理你处理。他在等我指示，我不知道什么状况。制作单位就跟我讲啊，今天有什么什么来宾，然后我们今天跟来宾玩一个节目，从这家店请第一个人开始玩起，奖金10万块。他们也，我还问他们说奖金是假的吗？他们说没有，是真的，10万块现金。如果真的来宾抽的话就有。没有啦，我们今天录这个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今天这状况比较特别一点啦。不是你是主持人嘛，代表制作单位。如果刚那趴是假的话，那你就差不多。那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你跟来宾就不要推到我身上。好，不要公亲变世主，好不好？我也希望他抽到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再怎么样，我比你出道早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一起上过节目。哇塞，想出道了？不是不是，那我不录，你们自己处理，你们自己处理。海南哥不好意思，海南哥不好意思。不要拉我，丫头跟马哥讲的，我先走。不好意思。让他回去了好不好？让他回去了。好，先回去。好，我不录了，我不录了。好险，好险，我们下去了。那个传过去跟他讲了。不能讲。怎么了？怎么这样？怎么了？他怎么垮掉？既然下雨，马大哥，怎么这样？他怎么垮掉？怎么这样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怎么办？哇！他应该放哎，请马上回来，我跟他解释了。有陈哥去，好好，我来。先不要弄了，你先去了。不要怕，我来跟他讲。OK。我跟他讲，放心。先去了，他很生气。不会，快下雨，等一下，我看。让小陈去了。好，回来。刚去他了吧？不要怕，好。回来了，不要怕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到底怎么会惹？我不知道。哥，你怎么弄的？对啊，怎么惹我的？我没有。怎么这样？这路好好吗？没关系的，就道歉没关系。啊，糟糕，怎么办？就道歉没关系。好的，马哥，来，上来。谢谢你的配合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们在整理。你好帅啊！对，就是学长。是不是假的？真的啊，我又没有生日。今天有生日，有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哦，你在这个节目也一段时间，你始终没有被整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很小心耶。今天有没有吓到？有，因为马大哥真的好笑。好，我跟你说哈，今天是这样，因为我录完第二段以后，我会想一想，既然马哥来了。我想说马哥的演技应该是可以把你整倒，所以我就临时请他们改，请马哥马上配合。真的，而且我们刚刚录之前还在跟工作人员闲聊，就是资历的问题，然后突然今天马大哥就讲我资历，然后我就太可怕。你一天到晚讲你是小骗子，事实证明大骗子在这里。今天太高兴了，谢谢马大哥，让我们首次。啊，终于整到了丫头，耶，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哇，今天是第一次上，真的不一样。那在接到这个通告之前呢，赶快恶补一下，看了一下，我看了本鱼那一集。那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呢都是来宾被整，可是刚刚制作单位特别跟我讲说，今天是我要反整主持人，要反整丫头哦，然后跟我讲一堆之后，我只有一个 point 是问制作单位说，那到底丫头知不知道我要整她？他们很确切告诉说丫头不知道。OK， 既然不知道，那我就要好好的问来宾修理主持人哦。丫头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不是我要这么做，那今天是制作单位叫我这么做的哦。那我希望今天录制的这一集呢很成功。当然，我要跟大家解释，我真的是很在意。
来宾或是一般的朋友或是观众私下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说，你是演员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演了，真的很爱演，这真的是很不尊重你的。